好，我是小苏。今天好三请客，请我们三个人吃武汉热干面，我们从来没有吃过。给另一半回答也是难，我吃过。是啊，我只能吃过呀，阿东没吃过。走吧。走吧。走吧，哈哈，我的小狗。去吃热干面喽。今天天气特别凉快。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动不吃，热的慌。你饿了没有？啊？真羡慕你这做教育啊！哎，那些什么呀？那些特别羡慕。就吃热干面吧。要两多份吧。哦，那我觉得武汉那家吃面给武汉要小份了。中，你想大点说不定。这热干面这。嗯，这热热干面。反正有，这热。嗯，这不等没放辣椒吗？没有，辣椒在这里放，你可以自己放。中。下个不来，就炒起辣椒了。不跟他吃辣椒，来。妈妈，第二个吧。好香啊！好香啊！一嚼就变成好巧的人。有点香啊啦，因为我芝麻酱了。辣椒。叫妈妈给你讲。哇。你都用去吃饭，吃完不给我吃了再给你要。一把就好吃。不会一小碗吃不饱呀？你家谁不可叫？嚼成八年，越来越要八了。不是早就想吃的。阿强哥哥弄的有口水，真干了吧嘛？没，还没吃。你再抹上就好了。嗯。好没？好吃。牙强呀，忘的时候吃干了，好吃吗？真的好吃死了。我好像连说的他来流口水，好吃了。你要口水凉了嘛，有了。他已经快不舌头都压了。啊不给，来，奶奶能吃了。奶奶能吃了，这里能吃的，几家恐龙就行。你干吃吧，滨江的恐龙吃。妈先吃。是不是好吃？嗯，好吃。好吃不好吃？慢慢的倒了，都凉了，小了。那个脚不长啊，长着羊眼儿的啊，这娃。凉不养眼。吃完了。小最小个子儿。没吃过，第一回吃。最小个子儿吃不下。俺最喜欢，俺最喜欢吃东西就吃它呀。就是床上是我们热干面，我以为是热干面是应该带菜的那种。你就说好吃的，香的。你这面条有点筋道，你看着。是吧？那好吃吧？好吃，咬一口嘛，就有点芝麻香。俺刚做，俺刚做酱了，就要加芝麻。你就芝麻酱了吗？侯家龙手机拿啊。嗯，这。水有没有水有？一会儿老给你舀水喝，我给你拿一个盆儿。妈妈快吃完了。不够吃啊？俺快吃完了。这边吃完了，不够吃，再给你舀水。我刚才给你炒完了，哥哥。吃完了。嗯。他家够不够武汉？啊？你吃够？哎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下着吃吧。吃不完了，后浪人家骂了。嗯。那也可以吃了。吃两个跟喝老腿儿。你吃饱了，不干了吃了，没有不干了吃了。那就。我叫了你就吃不过哥哥，哥哥的那味儿了。不是烫着舌头了，我嚼了会儿舌头。
石头是手指。辣了。带的这酒啊，好喝，好喝，沾了，放点，放点，咱们也是空嘴，啥事儿？过段天，啊，谢谢。到了没有？到了。小豆听着像细棍了，是不是？呀，都破遍。哇，你这边心里臭不厉害。嗯。这石榴熟。石榴啊，给小吃石榴。是不是你在这儿摘石榴啊？嗯。